罪。阿佳，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那屈之战一直未与我通报，实在有违常理。你多准备些人，过几日说不定有大用。明白，阿佳。别这么说，我跟玉老自小一起长大，他的抱负，他的志愿皆在西周。这次这个机会终于来了，他自不愿被儿女情长所拖累。这些年，你为屈家牺牲了太多，也受了太多的委屈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的孩子将会继承屈家的一切，成为屈家的宗子，西周的主人。这枚足印，早晚我会亲自交到他的手上。这几个月来，看似大长公主对我恩宠有加，实则是步步惊心。大长公主分明以我和松儿作质，让玉郎他们俯首听命。为了松儿的安危，我也只能认她做了义母。大长公主心狠手辣，我和松儿稍有不慎，必然会遭她毒手。阿公托人送来的足印分明是真，他是想让我做什么？子子，你是何人？库迪琉璃。是你？你不是？那是为了来见你而演的一出戏。来见我？子子可知你被大长公主利用
你们之间的事，我或多或少知道些，请恕我爱莫能助。此次请留步。徐家乃是降王，在长安无权无势，备受欺凌。若无大长公主的荫庇，恐怕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大长公主并非善类，此次不要被她蒙蔽了。大长公主是什么人，我心里清楚。她对裴守约做的那些事，也已经不是秘密。但知道又能怎样呢？我们人微言轻，根本做不了什么。我不需要你做什么，我只希望你不要站在大长公主那边。对不起，我身不由己。我知道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，但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，我不敢，也不能。我想子子应该清楚，大长公主能给的，武后都能给；大长公主不能给的，武后也能给。你是说，若非如此，屈都护怎会同意放我回来，又怎会让我将足印转交于你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见过大长公主，见过大长公主。琉璃，你曾屡次三番顶撞我，忤逆我，没想到你还敢回来拆我的台。普贤，别害怕，过来吧。做得非常不错，我现在相信你是忠心的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不必解释，我相信你。不识抬举。哎呀，大娘，你可真是见外，怎么回来了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啊。阿崔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么快就不记得了。琉璃前不久得罪了大长公主，还当着她的面把守约的祖产捐给了朝廷。我想他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应该就是我吧。你可真是有令人生厌的天赋啊。你是觉得我不敢杀了你吗？您当然敢了，若不是被您逼到走投无路，琉璃也不愿冒险回长安。此处荒僻，四野无人，如果我现在杀了你，谁会知道？我若今晚未归，我一夫一母定会去河东公府要人。你现在在西周，遇刺生命垂危，就是有什么不测也在情理之中。再者说，刺你的人是西周的暴民，与我何干啊？拿下！不许动！
不知此刻嫂夫人是否平安抵达长安，是否见到了我的家人。司马不必过分担忧，琉璃既然敢提议回去救人，自然是有一定的把握，否则我也不会让他回去奔波涉险。徐都护在我临行前曾将这两封书信交托于我，不知大长公主是否识得此物。徐知长，若今日落时分我还未能归府，我义父便会连夜进宫将这两封书信交给圣人。若圣人见了这两封书信，河东公府上下会怎么样呢？你不至于把事情做这么绝吧？把事情做绝的不是我们吧？这秀平一个尖峰就想唬我，你若不信大可跟我赌上一笔，怕只怕后果你们河东公府受不起。阿佳，阿佳，你可以走，但他必须留下。我与慕容子子一见如故，今夜想与他秉烛夜谈，还望大长公主高抬贵手。屈志战这只老狐狸从不相信任何人，今日只你一人前来，裴守约没同你一块儿，定是被扣为人质。如若你能兑现承诺那也罢了，倘若他们母子有什么差池，恐怕裴守约就要身首异处了。要想让他们母子俩活命，明日带着那两封信来我府上见我。此次若嫂夫人不能得胜而归，我阿爷必定会对你动手。此次长安之行看似安全，实则悲极四伏，
这其中的利弊，守约心中更是清楚。可即便如此，你还允许嫂夫人只身前往，这份情谊，崇玉领了。司马言重了，救出你的妻儿，本是我们开出的条件，风险自然由我们夫妇来承担。但是司马今天这番话，确实令邢简心中大是快慰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的付出也并非没有回报。守约，不知如今我还有没有机会成为你的朋友？邢简从未想过与司马为敌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未来更不会有。屈志战这个老匹夫，竟然敢背叛我！阿嘉息怒，那屈志战首鼠两端，确实狠我。但如今之计，我们还是要尽快从琉璃手中拿回那两封信呢，只怕没那么容易。怎么？难道他真敢不顾屈崇玉妻儿的死活？今日我们只是一时镇住了他，库迪琉璃并不是个傻子，他只要回去冷静地一琢磨，便知道我并不敢真正的伤害傅贤母子。为什么呀？哦，媳妇不懂。大军开拔在即，此番与北部一战，屈家的忠诚是胜负的关键。若此时屈家父子反了，那我便是大唐的罪人。难道这些都是你事先预料到的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你说慕容仪如果看到足印会去赴约，我相信。可你又是如何料定大长公主会暗中尾随而去呢？之前我借西周商队之口散布我遇刺的消息，便是为此准备的。这两件事又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？大长公主收到你遇刺的消息，一定是高兴雀跃，大摆宴席三日啊。她为什么会怀疑你觅回长安呢？因为她未收到屈志战的书信。大长公主曾多次收到我身死的假消息，早就起了戒心。此次消息看似准确无误，但她定不会贸然相信。而且更让他起疑心的是，线下流言已然传遍长安街头巷尾，可他却迟迟未收到屈志战的报喜书信。他心中疑虑丛生，自然是会派人盯紧屈崇玉的妻儿。那怎么办呀？那我们岂不是拿库迪琉璃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若他手上真有那两封书信，哎，你不是说大长公主写给屈志战的那封信早就被烧掉了吗？那你明日拿什么去河东公府换人呢？还是说你另有对策？若他真有那两封书信，他为何还要费力的去说服府贤，直接拿着书信去找那武士，便可一击制胜，让我永无翻身之日？对呀，如此舍近求远之举，根本不符合常理。哦，难道他只是拿了个尖锋就把我们给唬了？你立刻派人送府贤母子出府，找个隐蔽的地方将他们安置起来。阿嘉的意思是，妥
拖到屈氏父子失去耐心，将裴行俭给杀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算琉璃不死，也不足为惧。阿家英明，媳妇这就去办。切记，不要让任何人找到他们。 执父琉璃，给大长公主请安。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？那便要看大长公主您的诚意了。 大长公主，宫中的王内侍来了，说圣人知道库迪夫人回来了，要宣她去宫中觐见。什么？王内侍说，圣人刚得知库迪夫人在河东公府做客，要大长公主尽快让库迪夫人先去面圣，再续家常。你们都给我退下！ 是。阿家，这事儿要是闹到圣人那边，恐怕……你们敢将人藏起来，不就是疑心我手中并无书信，只是拿个奸锋诓骗你们吗？若你们笃信这奸锋之中并无书信，又何惧之有？
就算你手中确有书信，可眼下你孤身一人在此，我们大可夺了书信毁了去，你又能奈何？我会傻到把两封信都带在身上吗？ 信就在这里，怎么选择，全凭大长公主定夺。屈都护不是说都烧了吗？这间封是真的，但是书信的内容。 是我根据屈都护的口述伪造的，若不细看，绝对看不出。怎么说，我也在河东公府住了十几年，想要模仿大长公主的字迹，又有何难呢？有了她，我还怕大长公主不乖乖就范吗？ 放了屈崇玉的妻儿，立书承诺，不再加害我与守约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等着圣裁吧。阿佳，要不我们就依大娘所言吧。阿佳息怒。 是关河东公府的存亡，说他手中这书信确实真的，他怎么说不起啊？爸，王内侍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。就依你之言。 我要见到另一封信，另外一封信就在我义父手中。只要我平安出府，我义父自会双手奉上。被笔墨。是。 王内侍久等了，苏家君，您深夜邀我来您府上，这所谓何事啊？琉璃见过王内侍。 圣人和武后都十分想念你，既然回来了，就进宫去看看他们吧。琉璃也十分想念他们，待此见事了，琉璃便立刻进宫见驾。哎，守约。 这杯酒我敬你。自打你刀刃以来，我们处处刁难，事事敌对，更险些害了你夫妇二人。可你从无怨怼，以天下为重，以子民为重。有你这样的好官，我想替西州的百姓敬你。
司马谬在吗？如果大唐的官员都容你一般，何愁江山不稳，天下不定呢？说出来不怕司马见笑。前几年我也日日醉生梦死，恩师看不过眼，带我来到一处沙场。当年那一仗甚是惨烈，我去世已经时过境迁，但是荒野间还是白骨累累，还未入夜便是煞气逼人。恩师丢了锦囊酒给我，让我或是醉死沙场，与他的同袍做个新伴，或是丢掉酒囊，活出一个全新的模样。你与河东公府的恩怨我略有耳闻，大长公主觊觎你的家财，害死了你的家人，毁了你的前程，应该就是那时候的事吧。那一夜我看着荒野间的枯骨想了很久，若是就此一醉不醒，想来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化为一堆白骨，无知无觉无忧无喜似乎也还不错。但是我喝了锦囊酒之后又觉得有些不对，若人死则无知，那我来这人世间走一遭，难道就是为了变成这样一堆白骨？好叫亲者痛，仇者快乐。但若人死后有知，那我又该如何面对黄泉下的亲人们？于是我丢掉了酒囊，在荒野间睡了一觉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日出东方，似乎是一片全新的模样。于是这人世间便少了一个酒鬼，多了一个路毒。你如果是路毒，那世间的人岂非是米虫吗？世间之人若不想成为米虫路毒，又何其难也。司马，你在西周的作为当不能以米虫自论，而裴某也是最近才勉强算不得路毒。守约如此的胸襟，终于佩服。这把剑曾带给我一个可怕的对手，一位可敬的敌人，可我想他以后会带给我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，一个可以托付生死的兄弟。那日守约大败重于用的便是这把剑，我一直想找机会把它还于你，我想此刻可以物归原主了。那我可否把这柄剑赠予我的兄弟，以此来见证我们的友谊，永不相弃的信物？答应我，让我回家见阿翁阿爷了。
不允许阿娘一起回去呢。因为松儿要去西周玩上些时日，还得回来呀。阿娘在京城替松儿看家护院，等松儿回来，好不好？松儿要回西周了，能见到阿乌阿爷了。要是我怎么办呀？裴璋氏在家中已经足足待了一个月有余，以裴兄的性格才华，难道不觉得憋闷无趣吗？算着时间，若一切顺利，琉璃应当在返程的路上了。我只需耐心等待就好。等待？嗯。对了，裴璋氏，大佛寺那个案子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此案在西周可是大事。明日我就要开堂审理。此案状告大佛寺僧人骗取他人财物，而大佛寺在西周地位殊胜，偏偏此案有些离奇古怪，裴兄若需要我，我鼎力相助。好。原告江大郎，你状告大佛寺僧人易照，究竟所谓何来？启禀长史，小人自幼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几年前得了这怪病，母亲为了我，隔三差五的就去大佛寺虔诚祈祷，常常磕破了额头，方被人劝回家来。可直到有一日，他，大佛寺的僧人一照寻上门来。见过高僧，不知高僧来此有何贵干啊？请问女坛乐府上可有病人啊？不错，我儿是患了怪病。阿弥陀佛，昨夜佛祖托梦给小僧，让我来此地找到女坛月，告知令郎得病的根由。
真的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高僧，快快里边请。高僧慈悲，救救我儿！我儿不知为何年纪轻轻却患得如此怪病。阿弥陀佛，令郎此病根由不在别处，却在女檀月，你的身上。